你有不少话想说，我有事想要问你，但我也不指望你老实回答。 浣熊市那场灾难之后，世界变了，想救一个人可能要死上百个。我想我也变了。你，Leon S. Kennedy， 你一点没变，你只是以为你变了。 那我就要问了，你变了吗，维德？或者只是想再利用我而已？你觉得呢？到了，别想太多，沈哥。回头见。 就这种命吗？